Hello， 读者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媒体新洲日报记者黄秋伟。第十二届沙雷尔选举已正式掀开战幔，各参选政党为提高胜算，从昨日起已大肆展开宣传战，除了在梅里各个街道显眼处、抢眼处树立起宣传杠板，也打出竞选口号，并在道路两旁插满了各自政党的旗帜。现在就让我来带领大家来直击各个政党的竞选招数 ，Let's go。